叶成忠，浙江镇海人，著名实业家，兴办了成忠学堂。百度啊啊！哎，干嘛不帮外国轮船去卸货呀？啊，那样可以赚大钱。不行，我不识字，没法按货单送货呀。只要抢到送货单，地址可以去问拆字摊的老庚嘛。要是把地址给弄丢了，连货也送不到啊。哎呀，你这个老实人呐！快点，快点，年轻人，送我过江。哦，我要过江去，来把行李给我吧。啊，哎，您走好，当心。您坐吧。我有急事到对岸去，你送我过去吧。啊，好，我这就送你过去。运气怎么那么好啊，接了个外国人生意啊。这个外国人有急事要到杨家渡去。哎，正好我这船货也送到杨家渡船厂。阿四，那咱们一块摇过去吧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难得接到一个外国客人，不带他在黄浦江上多转几圈，多赚点钱嘛。这样不行的，这样会耽误事的。先生，您到了。啊，您当心，先生。哦，来，慢点。哎，外国先生，您的包！外国先生，等一等，您的包，您的包！等等，外国先生，您的包！阿忠啊，不要叫了，现在上海滩上这种外国边三挺多的，看看家这皮包挺像样的，弄不好啊里面只有几张草纸和当票，不相信你打开看看。哎呦，外国钞票，还有金条。阿忠啊，我们发财了，我们发财了。快快快点快点，我们快走。不行，这样不行的。怎么了？这是千年难得的机会。哎，快快快快走快走。不行，这是人家的钞票。什么人家的？现在是我们的。走走快点。哎，你放手。不行。你干什么？放手。哎，阿忠啊，你这人怎么那么傻的？我在这儿等那个外国人。先生，在那儿。外国先生，您的包。Bag, my bag, my bag。什么白鸽黑鸽的？我这儿从来也没卖过白鸽。外国先生，您的包在这儿。Hello， 站住！站住！过来！都给你了，你还要什么 ？Hello，Thank you，Give you，America dollars。
Thank you. Give you 美金。哎，你们不知道这包里有钱和金条啊？嗯，知道的，我打开包看过的。那你不拿着包走，还待在这儿干嘛呀？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怎么好拿？是客人留下的东西，要还给人家的。你简直傻透了。He doesn't want it. Oh.哎，姚川呐，这给你。嗯。哎，不是给你，是给他的。No, no, 不是给你，是给他的。哎，给他。连这都不要，真是个大傻瓜。阿四，我们走吧。个诚实的中国人，我还会去找你的，会的。诚实是人的美德。叶成忠后来从事五金商业，也始终以诚信为本，终成为上海滩的五金大王。他痛感少年时不识字之苦，乃以积蓄办了这所城中学堂，免费接纳贫寒子弟入学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。